漂亮，来吧，谁跟谁一组？可以，给你们。到你们那边，我们这边。好。我们来扯一个。走，你先这么扯 ，OK， 很好。我们要不停的给他对拉匀，拉匀它。但是手不要完全松。哇，我们中间你们怎么这么好，弄得这么好呀？啊，就是因为优秀吧。哦，你看看我们，你看看我们。哎，你们也很好呀。你们也还可以啦。哎，蹦上去。哎，我们这好。我们这好，这蹦上去。还不赖。好 ，OK。看看没有？还可以吧。这是一层还是两层啊？我不太会分辨呢。这是两层。这是两层还是一层？这是一层，已经剥开了。剥开了的。对。啊，我这个。哦，好啊。这个。啊，来。这个感觉有点薄，但没问题，可以的。薄就有薄的拉法。薄的有薄的拉法，对。哇，这个好棒啊！刚才奶奶说的要领是这个胳膊要伸直。奶奶有跟你说要领，你现在才跟我们说。不，她说伸直，她就放开。你看，往后手伸直，往后一靠，对，她就。之前这个要领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在江湖上？哎，纠结。中间来，这很漂亮啊！你们这个不要犹豫，不要纠结，对。哇，他们这个完美了。你们这个简直奶奶级了，主打一个鼓励式教育，何老师，走，哎呀，往后，啊，这好治愈哦，最后拉完，我发现我们两边都很厚，对，就中间是虚的，两边厚到，我们做的是一个披萨，肚子会着凉吧？这样盖着被子，这样真的。我们做的其实是一个枕头，高低枕。这怎么办啊？不知道。把奶奶 Q 过来。对。请奶奶给我处理。真的中间薄到。有点干。